我已经遇上麻烦了。Oh, 佳琪 ，Oh my god！ 掉了。OK， 回来了。哎，怎么这门都关着？我操！哎呀，这个 fence 这么长，怎么过去啊？不能过去，它有那个 fence， 还有个，它那边有个，有一个那个 break 的地方，你就可以，我就走过来了。OK， 然后就往这直接就往那个。OK， I see it. Thank you. Yeah. 因为我那边死了三次，所以我知道。这种 fence 需要我讲，整个 game 里面只能够挡人，没有办法挡机器人。其实也可以啊，你可以丢一个手榴弹，他就把它炸开来了。Yeah， 但是太 too loud。很恐怖。Oh my god， 他居然没有看到我。掉一个，I killed one main hunter 两只，三只，Oh shit！I missed the goddammit. Stay there. Yes.
Escape the combat. Why? 为什么跑掉了？ So freaking weird. Oh, he's back. I heard that. ，又来一个，来了，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一个狗在追你，哎，这怎么起来了？啊？还有一个好像。 Oh shit! Ooh! Who's shooting? Oh, 在那边站着。 我看到他了。 还有一个狗哦 ！Oh shit， 很麻烦了。Titan 听见 ，Titan 听见了我们的，赶快赶快，拉你要拿的东西，他来了。妈，我把 Titan 搞来了。
佳琪，我 hack 他了，不要打那个机器人，我 hack 他，他变蓝色的，不要打他，我 hack 他了，我 hack 他了，赶快 turn around 打后面那一台啊，笨蛋！ 打我那个 Titan， 哎呀，我有那个 pack， 为什么不拿出来呀 ？Fucking idiot！ 小杨，你来救我们哦！不行了，你怎么不带那个东西呢？ 来不及了。呀，我已经回来了。Shit！ 我被一群在追呀。 不过 hack 成功了，要丢在他那个机器人的头上就可以了。对，就是他的那个 control box。 对，就是贴。我刚才站了一个地方不错，但是后来被他们发现，那个我就是要打另外一个，所以稍微出来了一点就被射到了。如果不是他们只睡不掉房子的话，我早就被打烂了。你说什么？ 如果他们能够destroy掉房子的话，我早就被打烂了。我们早就死了不了几百次了。对啊，好险房子没办法 destroy。但是他还可以，他还是有办法，还是可以打穿出去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比较 realistic， 房子应该可以打烂，对不对？那打烂根本我们根本没办法玩了。<笑>我们完全就没有地方 hide。对。但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挖个地，挖地道了。
我刚才走，差点走错岔路。
想要你离开来了。我没有离开啊，我被困在屋子里面走不了啊。你看到那个我不是离开，是我放了我的 tick 出去，我在用 tick 做 scout， 然后顺便炸机器人。那个 tick 也很好玩。哎呀，我那个 hack dart 带太少了，就带了一个。我刚刚多带个五六个在身上，他妈的，让自己去打。他是有时间限制，好像上去之后大概几分钟。我准备放那个 missile 那个什么，我先把 missile 那个放。哎，哎，小恩，我要去看一下，我妈好像好像叫我回来。OK， 好。我这边好危险的，我不知道躲在哪里。
解决了没有？解决了一台，没手丢出来，马上就打掉一台了，另外一台被我打伤一半了，然后他离得太远了，所以我准备过去放第二台没手。太爽了。爽了吧？爽没用，他不给我东西。Yeah, I don't get anything from him. 哇，我拿好多东西哦。悲伤的一个地方。每次大家就摔伤，他就说 ：“What are you going？” 啊，我要吃一个那个。哎，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没有看到大只的。有看到了，哇！这个枪一次打掉那么多只狗，哦 ，nice！ 打掉了吗？打掉了，早就被炸掉了。太好了。是用什么打的、啊？就是用我手上这把枪、啊。OK， 搞定了。看，我又忘记把我的狗叫出来。前面已经有机器人了。一个过来了，是你开的枪还是机器人开的枪？应该是你，应该是机器人开的。
这个 building 不让我躲。一口气打掉三只。太爽了。狗都被吓到了。哈，一口气打掉三只。哪来这手？四只。刚才是一口气十秒钟打掉三只，现在第四只。还有吗？再来。他在你后面，说谁打我？那个后面那个狗啊，还有谁打你？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不是把他打掉了吗？我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都好像都躺那个地方的啊。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只。你也不讲说，哎、欸，还有一只，我跳出去没讲话。你自己冲那么快，我还讲话，我又不是 babysitter， 我那个什么东西，看到你跳出去的时候，那个狗冲出来，我也没想到你会突然跳出来啊。而且反正这个死掉又没有 penalty， save your safe house。他是，但是是我的那个自我的那个尊严被损伤啊。哦。没有，只有我跟你，没有第三个人看到，不用担心。是说那个玩游戏旁边它有个小小圆圈这样的 bottom right or left corner 那边的地方的东西是不是？哎，对 ，instead 它的上面是一个 compass， compass 的话就像那个 Elder Scroll 一样，就是一个 compass， 我最不喜欢了。然后我现在玩那个 Horizon Zero， I mean Horizon 那个什么，那个 series 就是那个女孩子打机器人的，它也是一个 compass。compass basically 只是给你一个平面的 direction。但是它不会给你，就是我 radar 那种小小的 radar 那种 compass 也是啦，但是你可以有那个 coordination， 你知道吗？这个不会给你 coordination， 它只是给你一个 direction。对对了，你一看，它就是。啊，我没有 repair kit， 你有 repair kit 吗？呀、yeah. ，啊不够，还差一个。我刚好本来带了六个，我刚好把它放到那上面，只差一个。用掉三个，差一个。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跟你们玩，我也是用掉四个啊。但是那时候身上我带了六个，刚刚之前我才觉得太重，我才把拿出来一些东西，拿掉一半。你这个臭家伙，什么都不带的。我要回去拿。我有带啊，但是这不知道为这个，我就是才怪。我有一个而已啊，一个现在赶快用啊，用掉它。我就差一个，我用了三个了。他要就不是不是不是。在我狗身上，在我狗身上，那我就不用跑回去拿了。我狗身上，对啊，我现在要跑回去拿。哦、oh, shit， 我还要下去。哎、欸，哎、欸，
哦，好，可以了，还差一个，还差两个，差两个啊！我昨天晚上就用四个而已，差三个，差三个，没有 100%， 我只有一个啊！你就差一个啊？不是，他总共要四个，因为现在是 25 out of 100， OK？ 我现在是三个。我现在是已经是 75 out of 100 了，我已经放75%了。那你把那个丢地上，我来放，我就差一个。我已经放进去了。那你 ready 我就弄进去了。Shit。哦，那难道我们是还是剩下25呢？哎呦我的妈！可能是搞不好我们是 separate 其中一个弄成就好了。Shit。我去拿，真麻烦。OK， 我 teleport 了。哦，没有，我也 teleport 了，我去拿就好了。就在位置。对啊。我已经 teleport 了。我 lonely 比较远，比较持久啊。找一下一个给丢。啊，我们其实在另外一个房子上面。佳琪啊，你先不要动。佳琪啊，哎，不行，只要一走开了，又要四个了。Fuck， 我现在又少一个，我不能再放进去了。你要先给我一个。他妈的！我已经没有了，我一个都没有。OK， 那我要去做了。哎，我要 activate 了。It's done。Find 另外一个 building 的 high value target machine。我现在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上面。OK。哦，这边还比较危险呢。What's going on? In the bin? Hey, they don't appear. Then I'll go to your side. Okay. Then I'll put that medical bag in the bag. Okay.Medic bag， 好的，在这里。哦，这是另外一个。Oh fuck！ 三个。总共六个，干掉那么多啊 ？No， 总共有六个，我只干掉两个。哦，八个，又来两个，我干掉两个了，还有八只。
干掉一个。 Oh my god, 好多只哦！ 卡着他不，我卡着他也不让我 revive 也不让我那个什么都不让我做。 啊 ，safe house 就在那里啊！我已经跑过头了 ，shit。 God damn it. 哦 my god， 我已经 buggy 了，哦、oh, ，shoot。